嗨，大家早上啊，早上啊，早上。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我哋想去搞西湾赛马会高尔夫球场。系啊。去打工。睇下先啦，去睇下先啦。睇情况。系啊。天好似想落雨。系啊，看现在天好像想要下雨。阴云不定。系啦，所以等下出发喽。好。等下见。那我们要搭的船就在前面啦，这个叫西洲公众码头，这个是马会的船，赛马会叫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专用码头。哇，今天都这么多人了，但又台下可有没有玩心。搭船之前要填这个健康旅游申报表，上船了。那他是先上船，然后之后。马会咩啦？哇，这是马会的船呢。好啊。哦，入去喽。系你好。呢个啊？呢个位好啊。呢个位冇柱啊嘛，个窗口。坐低啦。坐啦喂。坐啦喂。那原来佢系先入嚟。上咗船，过嗰边先，到嗰边到西洲嗰边先买飞嘅。那佢买飞咧，佢系来回飞俾你嘅，系咪？来回飞系，系啦，一般系75元，但长者去系免费，即系啲人你点样解读？去系免费啊，翻我就去买飞就买回程飞啦。這個接待處，它有分。即係你網上 book 咗位嘅要，你網上 book 咗位，或者係喺呢個電話嚟到 book 個場之後咧，就嚟到呢度攞你嘅場。一竿入洞嘅。那這個是英雄榜。奧運分。一竿入洞的有這麼多人啊？不過唔係，因為呢啲係14號啊，係啊，一竿入洞，即係曾經打過一竿入洞。哇，咁犀利嘅。打幾多洞嘅？哇，呢神牌都係喎。係啊。哦，这个就是所有的高尔夫球球具。哇，长这样的，从来没看过哎。我第一次睇喎，我真系从来冇睇过呢啲嘢。嗯。因为呢啲，不过都系嗰啲有钱人先玩噶嘛，我哋呢啲普通人。嗯。我嘅有分嘅嘢，佢有一格格噶，一格格俾你摆啊。那佢點分嗰啲磅數咧？有唔同噶嘛，有號數唔同啊。有冇仔啊？睇喺邊度啊？哦，有 number 噶。冇仔啦。那這個呢個咧？我話4號咯。係咪重量啊？啊。高彈。哇！這次要3000多塊。可能算平噶啦。係咪？我呢個係高爾夫球鞋。原来是鞋底是这样，好似按摩嗰啲珠珠哦，哦，呢个都系喎，我系铁打噶，哇，这个要10000多诶，哇，有重量噶喎，梗系有重量啦，点会冇重量？它这里有练习场的收费，30分钟的练习场是50块，60分钟95块，30分钟练，哎，草地练习都有啊，无限球哎。那我们租了球杆，租了球杆，等一下，这支球杆25块钱一支，要给押金的，对不对？要俾押金买。
要给100块的押金，然后租场地，我们租一个小时，它是95块钱，你可以租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50块。50块。好啊，半个钟唔少蚊。那我哋系四点开始打啦，练习打，睇下打成点咯。那这是球道，然后在这里打。哦，好。小心啲挥杆嘅时候。甩手啊！唔系甩手，唔系会打到人。挥咗后面嗰个啊，明唔明？开始啦！依家倒啲波落去先。啊！练习下咯，冇乜所谓，我哋。好嘢，好嘢，好球，好球。几远啊？远码都88啦。靓女，请问你嘅目标系咩咧？我的目标系将嗰啲球咧打出去就得啦。好。目标好细嘅。最紧要中。处理打波啊！有球啊！你点样打得噶？当佢系仇人，一嘢勾落去。唉，好嘢啊！呢个打中啊，起码打中。高啲。中啊！中啊！练习场，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这边玩，因为它这是赛马会，它公众开放的。我就暂时休息一下，因为刚刚不小心手受伤了。哎，所以呢，下次大家玩这个还是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太用力，我就受伤了。因为如果初玩咧唔识用力咧，其实呢个力呢度咧系好容易会即系用力过度啊。系啦系。用力过度。你唔攰嗬？攰，依家我就继续。一个钟就顶到嘅。一个钟啊！再来就唔好啦。唔好。这家餐厅，我们叫了一个三明治，不是三明治。好似唔见只鸡啊！我是三明治，可以。嗯，好的。老师过到家乐了，真的。现在3点，这边有车仔面套餐，它一份是55块。我们刚吃了一个三明治，现在想吃它的车仔面，就选了一个萝卜牛腩，再加一个鸡翼，然后再加一个油面，然后选一个热豆浆好了。啊、好玩吗？好玩，等我玩噶，点会唔好玩啊？我觉得呢种活动，呢种运动我唔系几适合，系啦，唔系适合，因为手腕好痛啊。吓、啊，我哋第一次打咧，一来我哋自己本身咧又唔识啊，从来未打过啦，就会唔识用力，但系好容易扭伤手腕，又唔识用力。系啦，如果你唔识玩嘅话，很容易扭到手的，或者是甚至手都会受伤。但是它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公众开放给大家，都可以来这边来体验一下。没有玩高尔夫球的人都可以来体验的。我们这次就是来体验。不过如果你嚟体验呢，我俾个意见你啦。你先就半个钟头先好啦，因为你第一次玩啦。你半个钟头呢，如果你认为继续玩有兴趣嘅呢，咁你咪再整多半个钟头咯。相差好少钱，但是如果你一个钟头夹硬要打埋佢咧，你手可能会受伤啊！即系如果你用死力勾住个仇人又多嘅话咧，仲惨。你仇人好多咩？我就系冇乜仇人，所以都好在只手都冇乜事。好啦，谢谢你的收看咯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够码头，现在这位先生在 po Facebook， 偷完未？依家 check 紧。啊，这样可以回省爷。好啊。哇，等下可以看夕阳哎！你看我们坐的船走了，再见。我舒服啊，呢度。